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。对于现役国乒一哥樊振东来说，最被球迷诟病的就是他的低情商。但是他真的情商很低吗？要知道，他一句话就能让国乒一姐丁宁笑得合不拢嘴哦。2019年世乒赛首日比赛中，混双资格赛第一轮，樊振东搭档丁宁轻松横扫对手晋级。赛后接受采访，当记者问丁宁哪个球打得特别漂亮时，樊振东给出了满分回答：每一个。其他几个问题，樊振东也都是应付得轻松自如。听得一旁的丁宁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樊振东真是太会说话了。就在几天前的一次训练赛中，樊振东用暴力扣杀的方式打得女将刘诗雯晕头转向，连球都接不住，完全没有展现一丝男士的风度。现在却又能在采访时逗下丁宁，樊振东还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呐。其实樊振东也许并不是情商低，而是他过于专注比赛，只要一上场眼里就只有对手没有队友，这可能也是他成功的原因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